今天奥展剧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曹魏俊男展展览独家限定版的瑜伽大师狗系列的八哥啊，我一直以为他是哈巴狗，就他是叫八哥，我搞错了。盒子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是跟票一起购买的，然后就直接分享里面内容给大家看了、啊。这个应该有人在卖吧，我倒不是很确定。打开里面是黑色袋子，欸，就一体成型，欸，它并没有说像之前那种 7 贩售的分成好几个部分。打开里面这样子，正面这样子，侧面这样子，转一圈，然后一脸慈祥，上面这样，底部是个草地的感觉啊，像这样子。这是展场曹魏俊男动物也疯狂的动物也疯狂的瑜伽狗瑜伽大师展览独家限定版啊。然后这边稍微跟大家看一下后面啊，它是一样是严达，算是严达进口的啦，然后制作产地还是在中国啊，动物也疯狂。